透过物资的发放，期望能够抛砖引玉，关怀弱势。诸佛菩萨以无缘大慈、通体大悲的胸怀救度一切的众生，以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悲愿显化于世间。大同世界慈善会以佛陀慈悲为怀的精神，协助帮忙需要帮助的人。其实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习佛陀的慈悲利世，自利利他来救度众生。哦，我们自我惭愧，不过呢，也能够慢慢的去学习熏习佛法，让这个善的种子能够延绵不断，善的循环能够起息不绝。那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哈，闻声救苦哈，大慈大悲的精神。那在我们这个末世哈，更是需要这种大爱的力量。我们以自身做起，好，慢慢的推广家人。以及我们的朋友，甚至到社会上每个角落需要的众生。佛教徒要兴隆佛教，净化人心，福利社会，必须要有普及社会的愿心，本着佛陀慈悲的胸怀，贫穷者交与大师，病受者给予医药，无户者作为户者，无所归者为受其归，无救者作为救者。十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